都说第一个都是差的，给你小胖先。哎，不要听信闲言，这跨海龙肉肯定不少吧？这个龙可是老演员了，怕是又是空着吧？这有点逗。跨海龙，好久没吃海鲜了。海带哦。咦，那我选哪个嘛？选下面地层。大本！哇，果然藏了大本。天哪，我怎么这么聪明？切，又不是你吃的。要不你帮我也选一根，我看大黑龙就挺适合你的。真的？海龙，表达你分析的真准呐、啊！我的肉嘞！要不你还是把我删了吧。不要紧呀，冠命令我发出这句话，天黑之前再讲一句晚安吧，就这样吧。有什么嘞？变性的作品。我们继续啊，这个开场花了不少钱吧？要不你先学？那这方方面面的，成了。这个包是笨龙虾，我带你如初恋，但是你却伤我千百遍。这个小龙虾，怕是欲盖弥彰吧？这个留个一夜，难道是？耶！你放心，老弟，我是不会选这个的，我还是选弥彰。大的！哈哈，没想到吧？打得你措手不及吧？就这个味。龙虾肉都被表哥吃了，这个肯定是空的。小胖肯定要跟我抢六亿，怎么办？大妈，你先选吧，你最近都瘦了，吃一吃。我最近是瞧着你。耶！哈哈，值了，好划算呀。是什么？小是小了点，不过今天挺赚的。哈哈，你有经验了。朋友们，这是咱们家的三色彩椒酱，它是用我们本地的青线椒、小米椒、黄贡椒三种新鲜辣椒手工制作的。我们不放乱七八糟的防腐剂、添加剂。礼拜六这天我喊吃饭吧。再怎么练都是不可能超过我的。你们两个吗？
你啊，我怎么给你了？老板，嗯，怎么了？闲什么鬼？耗子行为！天天的挣什么干？昨天倒了两个树，是不是你干的？真的怪我吗？这两个树太脆弱了。那么闲还得把柴劈了？一会儿。全是下我这桌你谁没睡？嗯，就你这智商，我现在分析，这个塘里的难道是小虾米？这个沟里的怕是会翻船吧？这个海里的，大海的味道我知道。哈哈，就你这智商想骗我？等着瞧。海鲜都被咸了，我选塘里的虾虾虾！哇哦，我都跟你说啊，有三只哦。你们两个大聪明都选好了吧？看我的！哇哦！哈哈，你们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数都数不清啊！